带我来这种荒山野岭，你是不是想把我给卖了？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想象力太丰富，这怎么荒郊野岭啊？这是 CBD 啊！骗什么你 ？CBD 破破烂烂的。他现在看上去是破破烂烂的，但实际上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重新建造成为商业中心。你准备的？为你。你在这儿乱涂乱画，你被抓起来怎么办？不怕，因为这一片地都是我。啊？那你不是说这要改成商业区吗？那你还在这画？对。这里的一切都要拆了重建，那这面墙不留给你，不会拆。这个画是我画的，小的时候学过一些画画，可能画得不太好，所以我今天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，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画什么我都喜欢。试试。我不会画画。简单。好看吧？好看。我说墙了。我说你。Falling to you, I'm falling to you.
于师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是你，是你，联合陆晋还有程子谦来一起耍我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你没事吧？等我一下。陆晋，还有你。医院去，我没事儿，我带你回家。为什么不躲呀？刚刚，你这样很危险的，会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想看着你受伤。我不值得你为我受伤的。你值得。我不值得你保护我。你值得，因为我爱上你。Smiling at me.